变美了，有吗？有哎，发光了，发亮，变粉红肌，干杯！我会觉得我单身，没有。疯了，妈妈疯了！那你就不要想太多了，小小鲜肉可以让我下手，现场可能有点困难。你们就是在那个生锈的状况的边，你才生锈，对呀，我们好可怕，我们生锈，快点。每一个女人的愿望清单里面，其实都有非常多的，可能是想要美白，有想要抗皱的，想要保湿的，想要紧致的，就是你可能在擦的上面，你就会一直叠擦上去，可是你的肌肤可能是不能吸收的。但今天我们要告诉大家，我们怎么从里到外可以来做抗氧化。完美肌，这个完美肌呢，好，先大家聊到，超级食物大家应该都认识，红酒。对，是红酒里面都有白藜芦醇，这个是最近非常夯的一个，就是抗氧化的一个成分，它里面大约有10000颗的红葡萄王，哦，等于是670杯的红酒里面的白藜芦醇，哇，这么，还有法国香瓜，那你知道吗？经过相关的研究发现到，当中的这些果物呢，它都含有很多的多酚物质，再加上超氧化物歧化酶，也就是 SOD。简单来讲，就是它也是一个超级厉害的抗氧化物质的营养成分。到底这个完美肌里面的成分可不可以阻绝掉黑色素？我们应用碘酒，就是碘酒的氧化还原的实验嘛，好，然后呢，我们就在水中滴上几滴，真的滴哦。对，然后接着呢，我们就将这个完美肌，我就滴下去，我就滴一管就好，不用整杯。怎样？好。然后呢，我靠，我们就把它搅一搅。好，我告诉你，你就给它一点点时间。你有没有看到颜色在变？有变，那个褐色不见了，是还原嘞。对，好浓哦，味道是怎么样？酸酸甜甜的，就像葡萄的吗？它就超级葡萄汁啊，很好入口，很好喝哦。红酒气泡饮，好像红宝石一样，超美的，超美的，好高级哦，满满的葡萄王在里面，真的有高级感。完美肌加上去，这一餐真的是超厉害。好，我来试试看，试吃一下。哇，一定如何如何？怎样？味道怎样？好吃哎，我是不是变美了？有吗？有哎，发光了，发亮，变粉红肌。而且你喝到最后，你会喝到那个水果的渣渣，有一些莓果的真正的那个纤维是在里面。哦，一天很好喝的，葡萄的味道超浓的，对，就是很。大概是有200%的葡萄干，摄取到你所需要的，然后还可以达到心理的平衡，是，然后身体又有达到了那个抗氧化的效果，对啊。